在看这部电影啊。你不觉得和这部戏的男主角亨利很像吗？哪有，亨瑞比你帅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和他一样，有一天随时会消失。没关系啊，那就把我们的故事记录下来，拍成电影，在等你的时候，我就用投影仪循环播放。雨欣姐，雨欣姐，啊，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呀，这不是盯着现场拍摄吗？看这条过。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频繁跟拍现场，你最近怎么老是来？那这不是因为这个产品是咱们本季度最大的客户吗？是吗？你工作都做完了哈？怎么每次都这样？姐姐姐，拍摄完之后我们去逛超市吧。这里是公司，说话注意场合。玉仙，张总，我说你的电话怎么一直打不通呢？原来你在这儿。啊，对，刚才在盯拍摄呢，手机静音了。张总有什么事儿吗？明天有空吗？有啊。那我们明天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。蒋总，这里是公司，说话注意场合。啊，表弟也在这里啊，这兼职模特啊。对啊。啊，但是蒋总你放心，他绝对不是走后门进来的，是招聘专员带进来的。这个没关系啊，只要是你安排的人，我都放一百个心。石大堂，下一站化妆。来了来了。池大草，对，池大草是他的艺名。他还没回家呀？他老家出了点状况，所以可能还得在我家暂住一阵子。那你先忙。好，江总再见。姐姐，针脚好了？太好了，饿死我了。今天剧组的盒饭一点也不好吃。姐姐，我觉得你是被我养的，嘴巴都变挑剔了。哎，那个姐姐，江总是不是对你想入非非，图谋不轨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那他请你吃饭，你为什么还答应那么爽快？工作聚餐就是陪客户而已。姐姐啊，姐姐，你少女漫都白看了。反正。你不许去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们都接过吻了，你怎么还能跟别的男人吃饭？我们那也叫接吻，就是不小心碰到了而已。不是接吻是什么？人工呼吸吗？接吻应该是这种，你看。首先要慢慢的把手搭到对方的手上，然后嘴角向上扬，要像尖角的弧度一样，然后慢慢闭上眼睛，然后慢慢靠近对方。喂，江总。哎，我刮胡刀去哪儿了？你打扰什么呀？就我和我弟弟在家呢。这么晚了，江总有什么事儿吗？法餐吧，日料太冷了。那法餐吧。好，江总晚安。接吻还要继续吗？继续你个头啊！
是对这个纸片有感觉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没有接吻，也会消失吗？怎么了？我胖了5斤，都怪你，天天给我做好吃的，害我长胖这么多。你以前太瘦了，胖一点健康。以后别给我做好吃的了，我节食，我减肥。那早餐还是要吃的。不了，请停止你的养猪行为。哎，我那些好看的花裙子肯定又穿不上。你不是还有运动装的吗？你去高档法餐厅穿运动装啊？那你别去了，你在家跟我吃，你穿什么我都不介意。我懒得搭理你。江总，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堵车，来晚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也刚到，坐吧。服务员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去趟卫生间。服务员，结账。怎么支付？付得起吗？玉馨姐不能吃生冷的东西，连这都不知道。你到底是玉馨的表弟吗？我是她男神。我第一次听说有人自称是别人男神的。你是第一个。我比你了解她。我从他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，我看着他长大。虽然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，但那又能怎么样？感情骗不了人。所以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喜欢吴玉馨。很好，有竞争才有市场，我愿意跟你公平竞争，看谁最后才是赢家。你当吴玉馨是什么？竞标商品吗？虽然我不懂你们这个世界的规则。但我知道，我喜欢他，就不会让他受伤。如果有人敢伤害他，我一定要让那个人付出代价。
喝点热水。让你别吃生冷的东西。江之涣，哎，霸道总裁谁不爱？跟他吃成什么样，我都乐意。吃出急性肠胃炎，你最乐意。哦。姐姐，喝粥。我没胃口。生了病才要吃点东西啊，不然怎么和病魔做斗争啊？你是想让我为你的脸喝粥吗？玉馨姐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说。敏敏帮我介绍了一个新的工作，但是我没有面试时候穿的衣服。真是年纪大了呀，逛个街跟跑了800米似的，累死我了。不大呀，年纪大，不是会长胸吗？石江宅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。我错了，我去给你买饮料好不好？你还有钱买饮料啊？买了这么多衣服，你哪还有钱啊？我打工挣的。打那么点工赚那么点钱。江之涣，但是他为什么在女性内衣店啊？果然，他是有女朋友的。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人？我是他男神。